要跟你说哦，现在啊，我知道你很想吃高级乌龟饲料，但是呢，小朋友都没有来上课啊，啊，我们就没有钱钱买那么贵的啊，我们吃香蕉就好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嗯，好懂事哦，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乌龟？好啦好啦，好，要摸摸吗？好，小贝贝，小贝贝。你也想抓贝贝，对不对？痒，好。哦，又来了，扭屁股，扭屁股。哦，乌龟壳很痒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小朋友来给你抓痒啊，因为小朋友不能来上课。哦，舒服吧，舒服吧。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吃香蕉就好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台湾盛产香蕉，香蕉比较便宜。啊，饲料太贵，一罐要1000多块。那你又要吃很多，我们补充营养就好。啊，以蔬菜水果为主。脸没有长的那个眼影那里那么凶，他吃东西很秀气哦，不一样哦，是阿宅哦，阿宅绝对不会咬人，因为他很害羞。乖哦，懂事又乖的。